大飞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今天所有东西准备出发，在这里耽误了一中午，传视频、弄视频，信号也不好。离信号塔这么近，这信号也不好，气死了！又跑了5公里来回。刚上来，现在所有东西咱们去翻那个，隧道，差不多有个几公里吧。翻完隧道以后，今天要去找地方弄补给，因为水还有一点，吃的话基本上马上弹尽粮绝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到前面有一个乡，能到的话咱们就去乡里，到不了的话咱们就半路露营，加油。装备已经全部收拾完了，打好包了，等一下吧，这个木头再去路上捡一点，这些的话今天晚上肯定不够用。水的话我还有一点点放包里，一个是空瓶。等一下接下来咱们往这方向走，往崖口的话还有一点几公里吧，隧道口。昨天晚上李灿也过来了，然后在我这个屋子和我一起露营。今天他收拾收拾，然后我们一起去穿越那个隧道，他也是往雅江方向。到时候路上再看吧。有可能我半路露营，也有可能到雅江。看一下李灿的这个小帐篷，双人帐篷，但是帐篷比我的大，好像也显得比较沉，里面有东西啊。确实，其实以后他就是这两人该穿的。但是我还买了我以前的那帐篷，头盔、打气筒、马扎，还有太阳能板，装备比我全。这是内帐，然后这是外帐。看看他的车子。Hello， 朋友们，这个车子比我这辆好呀！一看，2000多买的，国产品牌。2000多买的？对，2400多。感觉好像是比我车子好。国产，防雨包，我是帆布的。走吧，走，出发。行，大哥，我们出发了。走了，行，兄弟，走了。兄弟，拜拜。拜拜。好。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太累了，太弱了，骑不动。咱们俩车差不多呀，推着沉还是骑着沉？都挺沉的。高反吗？不高反。不高反还好，有的人推着的话喘到气。你如果真的高反，那不是你能够忍受的，意志力都抵不消。对，你真的高反其实很危险。不高反就行，还能坚持吗？马上到隧道口了，加油！走吧，走。我感觉啊，推车哈比骑行累多了，真的。能骑就不要推。哇，前面隧道在施工，滞留了好多车。高尔斯隧道全长5.6公里，咱们把头灯带上哈。自行车可以过，但是这些大车还有车辆呀，要等着对向的车过来以后，这些车才能过。李灿的话推车又不知道拉哪里去了，不见人影了。主要是他一直是推车哈，没办法，这个推车是确实不容易啊，过来了。他推了老一会儿，你戴帽子才行。吹着头疼，吹着头疼，风太大了。带上你的灯。5.6公里，咱们进入隧道。
现在我们已经出了这个隧道了，隧道5公里，一半上坡一半下坡，还挺顺的。现在我和李灿就准备在这里分别了，然后路上再见，拜拜。李灿的话，你是去雅江？我今天是计划到雅江，如果有露营地的话找个露营地，实在找不到不方便就住店，收一下快递。我今天下午我有事走不了。好，这边已经打电话过来了。好 ,OK。我看有合适的地方我就直接露营了，因为今天确实是有事情，我可能明天到雅江吧，咱们先去找露营地，今天事情实在是太急了。现在是下午的5:29。今天车辆特别多，这边压了好多车呀。我会在天亮之前出发，也许天黑以后才到达。对于理想无限的向往，一路走来无限的感伤，带着早已结痂的伤疤，继续追逐飞逝的时光。那向阳的花开在山岗上，那里就是我追寻的远方。老板，可以吃饭吗？可以。可以。有什么吃的？一个人。对，一个人。现在这个位置咱们已经到达八角楼乡，离县城的话还有10几公里。哎，不行，太冷了，路面结冰，全都是水，没法走。刚才差点卡着了，就因为那个路面结冰了，而且还有沙上面。不走了哈，咱们就在这个八角楼乡这边，今天晚上在这边找个地方住，等会去找地方露营。点了一个干锅排骨，88呀，这个鱼更贵，一斤的话50。早上吃了一个苹果，到现在一天没吃饭了，又冷又饿，走不动了。
鼻子哈拉的。小份的干锅排骨已经上来了哈，这里有这个排骨，还有这个青辣椒、红辣椒，这里还有这个洋葱、土豆，应该是用大酱炒的，闻着真香呀。还有这个米饭，米饭蒸的挺好的，这米饭真热腾。真香。这是排骨。不对，是肉。这排骨。排骨炸的真脆，真香啊。色香味俱全。洋葱，这一路没有露营地，离河边太近了，离河道修的路，等一会看看有没有营地，咱们去找一个。俩江是一个不好露营的地方，所以说我没想进县城，进县城只能去住店，太小了。一个小山城，中国最小的县城，就是雅江，所以说我就没敢进去。今天在外面露营，明天去取快递。今天找到露营地了哈，不走了，路面全部结冰了，结冰了，大车又多。现在是晚上8:24，今天在这个路边围栏里面有一片小空地，今天在这里搭帐篷，就是有点不是太平，不是太平，将就搭一晚上吧，实在不敢走了，路太滑了。帐篷已经搭起来了哈，就搭在这个路边，离那个山体还是有一点远的，离山体差不多有10米，然后这边离路边的话差不多有个7-8米，因为实在是没有地方搭帐篷啊，全都结冰了，看见没有，都是水。